李孔李李台南国博这是正式开放，今年有朱大娇在台南市消费满100元，凭借发票上网订到参加抽奖。这活动期间是定大家这个5个月，礼品非常的多，包括讲有汽车、机车、机票、手机啊等等的家电。全国民众都爱把握机会来将好礼砸得起。李孔李李台南国博节上午正式开跑，今年台南国博节满12年。除了汽车等丰富大众以外，也阁有东北亚机票满足出国的民众，2000元现金大放送，消费满100元就会当登录发票抽奖，等于是100元赚2000元，全国民众爱把握中奖的机会。下半年在疫情缓和的情况之下，可以大家都来台南，然后大家都来这边消费，然后我们提供了非常多，100元的当开始来注册我们的发票登记，上悬的当300元的这个量会当来抽奖，所以这个也非常鼓励我们所有的全国的市民朋友哈，咱的全国的朋友拢会当来台南。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表示，今年就半年。疫情影响观光旅游的消费，希望下半年疫情趋缓下来，大家拢来台南佚佗。国博节活动时间长达5个月，奖项丰富，包括着汽车、机车、机票。希望今年国博节消费金额持续向上突破。这礼拜吼，上要紧的就是7月15日，咱开始要办理的第一场。好，我们有大概有19场线下的，6场。线上的总共有25场各式的活动。那他都要朱启林有去介绍到的迄个购物节双月每个月都有各式的活动，还有我们5大观光路线，这个大家等一下都可以来参照去做一些观光旅游。文化局表示，民众只要在活动期间到台南屏东，每一笔消费满100元发票，搁再搭配着暑期专属独家推出的。陆海空好礼的内容，将好礼砸上去。记者陈嘉欣市政府采访报道。